个我们的位置在这里吗？对，我们的位置在这里。看这架无人机，它飞到了56.6公尺，它的起飞点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是它操控的地方。对。哦，像这个就非常远了。对啊，你看它从这里，从船桨，所以我们可以抓到它的操纵的位置，精准的位置。对对对对对对。